预赛成绩排名第七。他中穿180接团身炫月杠，直体炫月杠。日本队在男团的比赛当中，他们只有在单杠这个项目上集体总分超过了中国队。分正涛跳五百四成扭，中穿360接马凯洛夫。分腿反掏360成扭，下法直立后空翻两周转体720度下。这次单杠的比赛，奖牌的争夺主要是在中国队和日本队这两个队伍当中产生。下面出场的是韩国选手宋云仁。中国队的出场顺序是在第五和第六位。通常选手的分等的比较长，都是因为难度分的认定上。他有两串连接，一串是团身炫的那一串，还有一串是马凯洛夫的那一串。截止到目前为止，已经比完的项目已经比完了13项，他的得分是15.30分，这样总分达到了